穿越火线鹿晗和宋妍霏的最新路透照，鹿晗这一动作却被质疑。最近电竞题材的影视市场十分火热，之前亲爱的、热爱的和全职高手都是有不错的热度。鹿晗的新剧穿越火线是他和吴磊的第一次合作，这次鹿晗和吴磊就是出演老一辈和新一代的电竞选手。穿越火线又流出了最新的路透照，穿越火线鹿晗和宋妍霏的最新路透照，两人看起来轻松愉悦，鹿晗看起来也从上海堡垒的责怪声中走了出来。但有心人抓住了鹿晗的一个动作来挑刺，引起了很多粉丝的不满，甚至还给出了专门的解释，你能猜到吗？